大家好，我是罗峰，欢迎观看 iQOO 13新品发布会。蓝鲸芯片技术站将为性能猛兽注入蓝色灵魂，蓝鲸加持的超强骁龙8至尊版，标配读写速度高达9600兆的 LPDDR5X Ultra， 跑分超过315万分，带来行业前所未有的无线稳帧。iQOO 13的 2K 纹理超分足以媲美 PC 端视觉体验，原生级144帧超帧敏感延迟，原生画质超低功耗，首发国民级 FPS 手游，2K 分辨率加144帧超分超帧并发，行业顶级的 2K Q10 珠峰屏，全新的发光器件冲击显示巅峰，实打实的光学硬件冲击护眼巅峰，分毫不让的触控技术冲击触控巅峰，全球首发安卓 OLED 原片正光，这是实打实的硬件护眼方案，正式推出 vivo 自研悦目护眼。iQOO 13为大家带来又大又薄的蓝海电池，6150毫安时超大容量，120瓦超快闪充，首发低温直驱供电，边充边玩超低发热，更好实现无线稳帧。iQOO 全新一代自研定芯片 Q2， 真同步算法，评分区优化，抑制算法，全场景极速引擎，便是行业天花板级别的触控。VAA 抗闪弱技术同样是行业首发，提升画质的同时兼具护眼。联合开发硬件光线追踪2.0技术，光追表现保持行业领先。7K 超大双区均热板，散热表现绝对是 iQOO 史上最快最均匀。双战鼓大师扬声器，对称式的设计，音效更沉浸立体。战锤震感马达反应更快，震感更强，独有的 4D 游戏震感在行业里覆盖的游戏最多。 Orange OS 5体验直接开启 iOS，小微圈搜，一圈即搜，支持公里级无网通信，不但免费，还能跨品牌终端使用。环宇电竞通信系统360度环绕式天线，堪称 iQOO 史上最稳的游戏信号。iQOO 13带来的能量光环，高级优雅，整机厚度更是薄至7.99毫米。iQOO 旗舰史上最薄，直边进入中框，简洁利落，与 V4 曲背板自然衔接。赛道、传奇、曼岛、纳多四个配色，代表着 iQOO 追求极致性能的态度。采用定制的超感光 V4S 仿生主摄，蓝厂最新旗舰算法 Nice 2.0。还有很多功能啊，像 IP6869 超声波、 3D 指纹、 USB3.2， 让性能之光永远闪耀。 iQOO 13 12+56 3999。